护士给 Angela 听了一下肺部，刚给她去拍了一个 X 光，右肺有点感染，所以呢现在还要在家再待三天，症状有所缓解才能去学校。早上好呀，艾莉，哎呦 ，Hello。Angela 的药吃完了，还是有点咳，我们现在带她去家庭医生那里拿点药。来，这么放上去。啊？趴在这上面晒晒。护士给 Angela 听了一下肺部，怀疑是有肺炎，然后刚给她去拍了一个 X 光，右肺有点感染，所以呢现在还要在家再待三天，症状有所缓解才能去学校。看完了，现在来拿药，给你开了好多药，排队拿药。我真的什么都能吃，因为妈妈问医生需不需要忌口，医生说不用忌口，所以你蠢蠢欲动的想吃啥？要西医是不需要忌口，但是呢至少辣椒不能吃，冰的也先不吃了。你不忌口，它不会让你病情加重，但是呢它会让你的症状一直消失不了，因为你一喝冰的或者吃辣的，你刺激到你的喉咙，它就会反复咳嗽。嗯，看来吃凉皮不能加辣椒。拿了一篮子药，看一下，好多药这一次。走了，我们现在拿了药，然后也到时间去接 Aiden， 现在要赶紧跑去接 Aiden。我好伤心的一个人。嗯，妈妈来晚了是不是？对。Sorry， 但是妈妈有原因的，妈妈带姐姐去看病，看完病还要拿药，拿完药就赶紧来接你了。但是妈妈提前给老师打电话了，跟老师说了妈妈会晚一点来接。姐姐。什么？啊，抱着姐姐。姐姐给我一个糖果，我好爱姐姐，我好爱你，我好爱奶奶，我好爱爹地。场外的。你现在还伤心吗？不伤心了，欢迎们在这里。爹爹，你看姐姐多少药？肺炎。那是那个啥的肿瘤。在这儿哪来的肿瘤啊？今天我说我要带 Angela 看家庭医生，我妈说你要去人家家里吗？哟，哭了哭了哭了 ，OK。妈妈抱抱好不好？饿了是不是啊？她不吃安抚奶嘴，她最近在那里舔自己手。你这个准备喝药，这个是做雾化的，一天要做三次，然后这些要喝的多少？总共一二三就三种，也没有好多的感觉啊。主要就是这几盒占地方，不对，这里还有一个四盒，我记错了。你准备开始喝药，这个好难下去的，因为是色的大药片是这样的。你有两个在包饺子的。这是 Aiden 包的是吧？对啊。嗯，没露馅儿，很好。我也可以吃一个。我在吹泡泡。嗯，我想吃。我在后面。这个就是要趴在你身上，就是睡不香。你看，又开始了。Daddy 回来了。Dumplings. 饺子。买了一只饺子。嗯。做晚餐了。鸡翅，然后给 Angela 煮了点青菜粥，青菜瘦肉粥。今天晚上吃饺子，烤鸡腿儿。
妈还在包饺子，把这个汤给热上。安宝又醒了，哎。青菜粥，饺子。好不好吃？奶奶做的。好吃。妈妈做的 skin really so great, right? 你巨好，可是我也不能放多，要不然光放瘦。Then put cold and hot together, so mix warm water. 你喝的什么水？温水。I saw how much hot water you put in it. So good. 很好吃。Angela, do you like cold orange juice? 饿了就喝。哎呀妈呀！时间到了。No, my kids like it. 你记得？Maybe this one.Before 2 days, you drink cold water and eggs with us. It's me, baby. 这两天，你又喝冰水，又喝温水，对不对？你都喜欢。